车水马龙的台中文心路发生车祸，一部黑色轿车撞上在内侧车道的白色休旅车，这撞没想到引发民众热烈讨论。那个撞到它有一部很轻伤，我们怎么样啊？一栋房子在路上开吼，真的是很心疼，撞来撞去，钱都不见了。原来肇事的黑色轿车是有宾士之王称号的迈巴赫，这款车型新车价八百八十八万元起跳，再加上炫配，车价可能破千万。事故照来看，这台迈巴赫左前保杆大灯疑似都有毁损，维修费用恐怕很惊人。不下百万，当然有副厂的零件，你主机要三四十万的啊，你原厂的话可能多个一倍不奇怪。 被撞的则是保时捷的休旅车，右车身也被撞毁，两台车都不便宜，开上路一个碰撞，撞出了百万修车费。记者廖文斌、梁家庆、王世涵，台中云林报道。 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